各位鍾意睇本频道嘅老友记，阿爺依家啦你哋讲，唔該你哋帮手宣传出去。7月1日係应该定为香港可耻日，事关自从北平共匪响中华民国86年截据埋香港之后，因点过三条北街冚家铲过街老鼠，老懵懂当路灯拉埋果碌689粉肠之歪，窿中做埋 D 损害香港人利益，益晒共匪嘅案究政策，搞到民不聊生，人人喊打，共匪拉佢班流罗，好似黎二年嘅民建联拉工联会嗰班冚家铲，响香港所做嘅罪行真係罄竹难书。所以阿爺响树宣布7月1日係香港可耻日，请各位老友记提心，还我河山，打倒共匪，还我河山，打倒共匪。